实有蛮多人来问我说，海岸造林这么困难，逆境这么多，我为什么敢勇于挑战？答案就是坚持。2020年的种树影片，就是要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在这些年种树背后一点一滴的用心。我们当时来到台江的王仔寮扇沙洲，它是台江内海的关键沙洲。你们上去看这块还剩多少？我们不是昨天说要上去看吗？对啊，对。看它还剩多宽，因为我们觉得翻过去应该就红树林了。已经这样了，就零线。对，其实我们每次从沙丘回来的时候，那一天晚上我就会失眠，因为都会想说这个新的变化我们要怎么做。当一件事情没有人做的时候，大家也就觉得说啊，不行了，放弃吧。可是当我们开始去做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有能力的人会觉得说，你们这样做不够啊，他就会想说，那我可以帮忙什么。我就觉得说，这就是一个转变事情的契机啊！我们要把这个契机带进来。就是我们几乎每个月都会到造林地的现场来看看这些树它们生长的情形到底如何。那像今年夏天的时候特别炎热，那有一次走在沙滩上就觉得脚越来越烫，这样。冬天的时候情形又很不一样了，有时候会碰到下雨的日子，然后风又吹得特别强的时候，那其实是非常非常冷的，然后都会觉得说，好像早餐吃的不太够，然后一下就饿了，再冷下去就头会开始痛这样。这些辛苦的过程，通常到造林地现场看到树的时候，心情就会好很多，就会觉得说，这些树真的是有好好在长大。我们在看地的时候呢，都会去征询我们的种树团队，然后来判断说能不能把这块地认养下来。就是我从2016年开始，加入慈心的种树团队，在经过这些年的历练还有经验的累积之后呢，这些看起来很难的地，它的成功率可能会由原本的10%，然后就因为大家讨论之后，就上升到70%乃至于80%的成功率。只要我们有认养种树，他们都会去寻地。在经验交流的时候呢，大家就把他所观察到的呢，然后把它分享出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长，他们在我们的各区呢，是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掌握现场的观察跟督导的人。因为北区是属于很多企业的一个重镇，所以很多企业呢会在我们北区的造林地办活动，所以我会在前一天来安排一个动线，包括布置啊，然后把环境整理好，让每一个来参与种树的贵宾能够很开心很舒适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当你很想要照顾这些树苗的时候，你就会常常去想有什么可以帮助他做得更好，因为每一棵树其实都是捐款人的善心，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树苗照顾好，让这些捐款人对于这个环境的改善是有信心的，对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有信心的，这一份善就会持续下去。慈心我们有认养地的话，我们从开始施工到整个造林完成，我们是每个礼拜都要去监工这样子，如果有一些特殊状况，我们甚至于一个礼拜会去到2-3次。以前我的本行就是治疗病人，但我觉得说在投入种树这一块之后，我反而觉得说照顾了这整个大地，也可以说它算是一种预防医学吧，这样子，因为我们环境变好，人的健康也就会更好这样子。那这几年这样种树下来，除了说对这块土地的认识之外，我们这边有些树种它长得慢，比如像厚叶石斑木，就是我这样每年在巡它几乎都没有变，直到忘记是2017、2018，它突然间开始长高长大。因为这块土地真的是相对环境都比较不好，逆境很多，只要我们没有放弃它，它会用生命跟我讲说，我现在可以长大了，然后谢谢你先前照顾，那未来这一片土地我就会帮你把这个地方固住，真的会让我心里很感激，然后就何时向它顶礼。
在去年2020年全球疫情高涨，那也是让我们恐慌的一年。不过很幸运的，因为很多有心人、很多企业的赞助之下，去年也是我们在海岸造林的成绩最好的一年。当然，慈心的同仁们，不管是技术或是精进努力用心的情况之下呢，持续的种树护树，守护海岸林。那今年呢，我们还是秉持这样的初心，希望能够为这个海岸种更多树，所以需要企业还有您继续支持跟参与，也是让我们的家园更永续的一个实际行动。